大家好，DJ 李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忘记了要直播这件事情。但是先找最废纸的那个奖励呢，是弄完了，然后也是没问题，可以直接送的。这次的是变成了三个奖了，然后呢，看真的是，唉，只有六个人参加，然后一个人被 DQ，因为他发错了背包的截图，所以变成获奖率是50%以上。看，不是吧？这我已经加了奖励，还是只有六个？算了，我觉得这个活动先封存一下了。我下次开始就直接换一个形式了，不然的话我会很伤心。看我每一次合作，我都丢一单啊，没有一单，有时候半单。这次开始是一单进去，给我换来的竟然是这个数字，不能这样吧？对不对？好，下次就没有这种规矩了，下次就一个条件，那就只要你订阅了，你就能报名，然后水真的是随机抽了。干，我把吹飞变成最欧了，不是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那的可能因为我过期了吧，就没人看了。反正就可能活动也是太麻烦或什么的，到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再搬出来用。OK，那下次就换简单一点，好不好？真的从中学学历变成幼稚园的那种等级了，真的不用想了，不用算了，不用截图了，直接参加就 OK 了，最简单的，好吗？那这边第一名是赤云，第二名是剑兔，第三是牛奶。我现在把东西发出去，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特别啦，主要是讲一讲，下次就不要让我心碎，好不好？求你们了，让我做点效果吧，不然这么这六个人直播下去，5分钟搞定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直接是第一名，第一名是66颗，这个好，我扫一下，因为我刚刚不是登录了吗？怎么又把我推出去？哎，会不会有我名字弹出来啊？哦，好像没有。OK，安全锁，我有记录，那没事。好的，好，先存一下截图。因为我一会要发一个 email，做一做。记录。然后是第二名，24颗，这个。哦，干，每次都要扫，我操！同一个账号，要不要这样麻烦？然后我手机太旧了，妈的扫，10分钟都没出。有了。啊？我的吧。哦，看，奇怪，为什么玉山银行500？我还没有按错，哦，干，what the fuck？哦，哪个是？
哎，不是啊，他 bug 了，靠背哦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啊，对，这个才对，500，这里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是，大声，第三名，这个。500点，这里。手机。OK。奇怪的东西出现了。OK 啦，好，那就接着讲吧。那我求你们了，下一次好不好？我就是真的订阅报名就 OK 了，我不用你截图什么。哎，真的，那搞完本来想大家一起开心的，结果我自己在那边心碎，干丢那么多钱进去。啊，那这样吧，好吧。